腾讯综艺深井烧鹅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大，大，异口同声，非常大，真的吗？大，热情，大家都好热情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好热情，对的对的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个感觉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来到这里，其实更多感觉应该是同事，但是就是他们又会像有一点点像粉丝，但是我们同事又意识到是我们的同事，这个感觉就很奇妙，对，就是侧面印证了，就是创造营的 Into One 这个过程。是我们得到了很多。我感觉有一点那种，那个人家自己他们说完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这个梗用出话了，那都看不下去了。对，哎呀，送个辣椒给我，太温暖了。AK 刘宇哭 ，AK 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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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睡得最早的，对 ，AK。The healthiest lifestyle in your team. 哦，我觉得，意思就是吃饭吗？还是sleep， 不够 sleep。灯最规律，这个灯最规律，蛮作息蛮规律。对的，大概应该是有一些故障。谁是最好的 lifestyle healthy lifestyle 就是 AK， 对，他一直主要是睡得比较早，他一直在把来来吧兄弟们，我们就要走了，我们迟到了，对对对，哦、oh, Mika who works out no 每一次一说到练那个肌肉的时候，米卡都会就是给我们秀他的肌肉，看他不想看，谁算了算了，不好意思，最多的是沙拉，说实话，真的，最多沙拉，沙拉，咖啡，咖啡沙拉，牛肉饭，丢东，牛肉饭，对，牛肉饭，对，还有呢，我和你吧，已经这几样东西是最常统一点的最多的。我喜欢吃湖南菜，虽然我不能吃辣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湖南菜，所以我喜欢吃远哥给我做的饭。我偶尔会点那个羊肉粉，我喜欢豆浆、炒米粉。哦，对，他点炒米粉。我喜欢豆浆，热豆浆。方便面，早晨一杯豆浆，幸福一整天。方便面，我们炒米粉。对，我们早餐的时候吃好几杯。喜欢点那个豆腐脑，但是有人喜欢吃咸的，有人喜欢吃。我喜欢吃甜。是，其实就不瞒大家，刚才我们在休息室，我还和他在打 solo 来着。他用的是元歌，我用的是貂蝉。然后又输了。没有，我投降了。高级对，因为当时要采访了。好，不是我。可以吗？有一个单挑题。有啊。我也可以啊，你啥时候打得过我了？你忘了上次还有个观战的呢，查战绩。OK， 实战出真机，回去打。正在尝试，我们都在尝试。力挽，原来不晚，但是最近我把它下单了，我们要一起。啊呀，找我上。你想玩？哎呀，我想玩，所以我那了。练呗。等一下，我练吧。战队友。我叫米卡的时候，慢慢的，所以我声音来的，对，猫 ，cat 啊，对，不是朋友的，猫 ，yes， 米卡 ，yes， 你不是狗，我也听 ，you think if you are if you be， 又瘦又长的，然后表情是这样的，那说自己是狗吗？狗，就是说，前段时间刘宇说他像小飞象，对，是啊。我们说狗吧，我们说狗吧。你就是小飞象。因为我不知道是那个 golden 怎么说。哦，金毛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想动，然后我觉得我有太多的能量了。你往是一只 cat， 我觉得我是狗，我觉得他是 cat， 我觉得他是 cat， 我觉得他是 cat，
猫，为什么猫派？因为我麻烦了，麻烦的脸，麻烦的脸，麻烦的麻烦的麻烦，对，麻烦累累的啊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的脸看起来就是啊，觉得什么都很麻烦那个感觉，就是也是这么，就大家 get 到吧，就是一脸就是一脸嫌弃，一脸冷淡，比较拽的感觉吧。对，再这样，但是应该是猫吧？猫猫，对，是猫，那是一个。这个吗 ？AK AK AK， 我。对，它是一个 sausage 的，就是吉娃娃。因为你很可爱，但是很真诚。Patrick 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狗？我觉得我不是狗，我是一个猫，我是一个很胖的猫，一直在睡觉。不行，对这个吧，停不了，停不了，一直动。就是那个尾巴卷的那个秋田的那种，就是在那门口那种秋田，眼睛就是在看，一直在看的那种。OK， 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中华田园犬是有很多种，不是？对啊，所以说就是最实用的。OK， 它就是哈士奇，它像是那个。我跟你说，它就是那种大大憨憨杜宾。对啊，我是大大的高大型犬。因为我觉得赞多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有侵略性的，但还不太一样，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平时很温柔，但是为了朋友啊，或者说为了自，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戳到非常的凶的那种。OK， 我是傻狗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猫，你是猫，是猫啊，猫怎么了？我又是猫了，它是那种特别活跃的猫的那种感觉，传扬中华文化的，对呀，中华田园猫，你不太说话。你一直是这样，我对 active， 外冷内热，有没有什么是外冷内热的？就是外冷内热吗？就是外面很冷，但是内面啊，大概哦，那个热，大概那个那种猫，炸冰淇淋。